吃点饭吧。我知道我那3万块钱不够，我都准备把自己收藏了十几年的限量手办给卖了。六福是怎么这么多嘴呢？他还说，那些东西是你心尖上的宝贝，平常别人碰都不能碰。但是为了更重要的梦想，该放弃的就应该放弃。而且这个放弃的过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。我准备把我的房子抵押出去，追加入股资金。可你没钱了。那这样吧，我把房子租出去。哎，我那房子地段啊，房型都是最好的，一个月租6000没问题，押一付三就有24000的现金流，怎么样？那你住哪儿啊？和我爸妈家呀，这样我还省了生活费了。太聪明了，我是不会再要你一分钱的。那你那些宝贝怎么办？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可我心疼。青春就是这样。